来吧，白子先行。姑娘先走。看来你的棋艺很精湛啊，有心相让于我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围棋，围棋，应该就是围而食之的意思。你输了。你认真的吗？你的棋艺还真是很难得，我甘拜下风。难道我弄错了？早知道我就先找些书看看，做准备好了。你的棋艺今天实在是让人大开眼界，多日来的紧张情绪一下子就缓解了。对了，你让李敬忠干什么去了？秘密。三日期限很快就到了，你有计策了吗？我也有计策，可以引内鬼自投罗网。哦，愿闻其详。这是云铁收藏处，这是账目，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清点一下数目吧。好。对了，皓月的伤势如何？那小子身子底子好，恢复得很快，经此一役也算是有些长进。这话怎么说？皓月说要考什么金无畏，也不知道是不是突然开窍了，居然让他蒙上了，现在正在郊外的兵营等候派任。有贵人相助，皓月的仕途自然是一片锦绣。贵人相助，此话何解？你真的以为金无畏就那么好考吗？等等，这数目确实有问题。是，这数目确实不对，但是医宝库内云铁所藏之术确实有限，要支撑那么多的场所，难道巫医教还有其他的途径获得云铁吗？不管他们用什么手段，我们今晚便能见分晓。可是如果他们真的有其他途径来获取云铁的话，我们在这儿岂不是守株待兔吗？那内奸不一定会前来冒险啊。其实不然，这几天我们借口整修来到太史局，那内奸必定心存警惕。况且我们又大张旗鼓地表明明日我们将为异宝库整修，所以我料那内贼今晚定然坐不住，而且为了不暴露行踪，他今晚肯定要潜入这里查看自己有没有遗留下任何线索，所以我觉得他今晚一定会前来。此言有理，但愿如此吧。怎么了？都要抓到内奸了，为何还叹气呢？其实不管这个内奸是谁，我都不希望看到。要知道我从小就在太史局长大，我熟悉这里的每一个人，所以我希望这个内奸至少不是太史局的人。现在说什么都为时过早，我们今晚就会知道了。
你怎么知道？嘘，别出声。有人藏兵火。刚才来了个应收铁面人，正准备拿钥匙开门，突然飞来一只蝙蝠。应收铁面人看到蝙蝠就立马转身跑了。应收铁面人？是的。蝙蝠到底怎么回事？到底是谁给那间通风报信的？还有人通风报信？凤剑姑娘，拜托你一件事，若是明早我还没有回来，麻烦你通知金银山庄的老小，请他们速速离开皇城。什么意思啊，仲天？仲天，司徒司长，我跟着仲天去看看。好，千万注意安全。少杰，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不休息啊？高晨，你刚刚有没有看到什么人？人？没有看到什么人啊。都这个时辰了，谁还没事出来瞎溜达呀？对了，平日里医宝库的钥匙都是谁在保管？一共有几把？少姐，您这不是在考下官吗？这太史局中谁人不知，这是皇上亲赐的九孔玲珑锁，全天下只有一把钥匙才能打开。而且啊，这把钥匙平日里是由正监李大人随身携带，外人哪有资格去碰啊？只有义父手中有钥匙，天下只有一把。正是。